有没有淡淡的柠檬香？这个叫做柠檬香蜂巢，它有淡淡的柠檬香，它跟薄荷是不一样的哦。有没有发现它叶子有点爱心的样子？ 有点爱心啊，叶缘也是比较圆的。那我们薄荷啊，这个你看它叶缘比较尖，然后又是长条形的。那个不一样啊。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柠檬香蜂巢。你可以摘一点闻，还有柠檬香，你搓一搓闻。可以再来闻看看。有些薄荷也很大，因为我们。